我们家公公的玩具就是喜欢车，其他都不要，就是要车车。三米线，山头僵尸半山。这个三米线有肉，但是没有高度。这个三米线我们这边很多拿去腌制的，这个不敢吃，生腌。每周六婆婆都会包猪脚，这个猪脚是小阿姨喜欢，然后她都会做。今天这个比较肥呀，这头猪大，猪脚很肥呀。好香啊！生抽、生粉水，中段也下去。我们这边炒的很清淡的，不放辣椒。好香啊，这个螃蟹。家常做法，这样做就比较原汁原味，比较甜一点。最后那一点就是加一点生抽，还有生粉，这个搅拌一点水勾一下芡。这个还是挺多肉的。最后来炒个空心菜。季节就是空心菜还有苋菜最好吃，对自己。这个菜太烫了，哇，今天好多个菜，都是小菜，麻叶，然后炒一个鸡蛋，酱油鸡蛋，这个鱼干，今天鱼干不敢放辣椒了，妹妹有一点咳嗽，有马头鱼，螃蟹，这个是冬瓜瘦肉汤。每周都会包的猪脚，小孩子一回家，婆婆都会给他们做，只要他们愿意吃，他就会做。我先来干饭了。我公公很喜欢吃猪脚这个瘦肉，然后拌一点汤，好像你也可以吃啊。你过去放桌吃，他要自己吃，不给我喂了，现在。猪脚、猪肉，对啊，要吃一点菜，等一下再夹一点菜给他吃。看一下，这块肉又吃进去了。有炒空心菜，你爱吃的。你看到肉就会笑了，嗯，大口吃肉。不嫩啊，这边不嫩啊。不啊，不啊。鱿鱼干到了。很新鲜的，这个新鲜小鱿鱼干，本港的，全都是现晒的，自己手工晒的，弄得很干净。这一次非常鲜甜的，肉也挺厚的。看一下，这些全都是鱿鱼干，小个的，下面这种是大的。冰箱都不够放，水柜，然后放到我们家自己这个大冰箱过来，等一下全部要发走的。
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阿敏。中午吃完饭，一直忙到现在，真的很忙。装小鱿鱼缸、银鱼缸、小鱼缸，因为有一些阿姨帮我装，有一些可能她自己也忙，没有办法帮我全部装嘛，然后就我自己装。看一下哦，冰箱、雪柜全部都是装满了，等一下全部会发抖了。这个是虾皮，这几斤虾皮，等一下也是可以发。我们汕头这边的就不用动，然后其他的全部动，满满的冰箱全，这个雪柜冰箱全都是鱼缸。最近这个鱼缸特别多，然后很快也会断货了嘛，因为这个小鱼缸去年断货到现在，然后最近也是很多朋友有一些因为去年买过，然后还想要买一样的嘛，他们就先收到试了以后，立刻看到一样的立刻又回购了，然后可能今天发完，明天发完，估计可能就断货了又开始。最近的这些鱼缸真的是大家吃到印象超级好的，不是我们自己说好，大家也都在吃了，都反应非常好的。像这个雪柜，我全都是装好，就一包包排在这里哈。这种一整袋的，就是顾客要的，等一下我就不用分，就是全都是冻一下，下午就发了。